各位幼稚吼，也即今日才咱几啊个月了后，咱甚至讲搁真开始即个台语沙龙讲座啦吼。啊，咱今日的即个主题吼，就是最后电脑有法度吼，甲台语即个部分安怎来结合，啊会当来帮助台语的推广吼，啊互台语自信吼，即个自信化即个部分是会当搁较进展吼。啊，咱今日真欢喜，会当邀请这个亿凡科技吼，诶，这个先锋吼，就是咱先开口先领衫，这个吼。对，先开口先。开口先，今日是有限制迄个报名人数吼，啊，真歹势，因为想讲就真无歹上课安尼吼，啊，迄个咱另外一个来请先锋开始伊个这个介绍，不要那么电脑听有代理。以后就是讲，因为足侪人讲咧问讲，啊 ，Google 有无吼？即马若要找什么所在有无？拢爱用华语发音去找啦。啊，希望就是讲以后就是用台语发音去找嘛，找对安尼吼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沙龙就是讲，讲阮之前有研究过。哦，电脑听台湾话，讲台湾话，安尼。好，讲者就是讲，我当初是伫学台语的时阵，台语安尼讲。啊，我当初，然后讲拄着我阿妈，我阿妈讲台语啥物，台湾话哦，这是台湾话。所以我才发到阮阿阿妈是认知就是台湾话，伊毋知影台语是啥物，安尼。所以我讲话。阮遐个所在是讲台湾话安尼，所以就甲安尼写出。就是阮这三年前，阮就是设一间公司，就是亿凡科技。啊，阮个公司就是伫遮吼，遮万里这搭。啊，阮公司就是咧做啥个？一开始就是做价值化 case 嘛。啊，当初是设一间公司个理由嘛，最单纯就是讲。阮个老师，然后伊遐有一个案，然后迄个案因为案爱招标爱公司才会当标，然后阮就去设一间公司。啊，设公司的时阵，就是爱经济部啊、国税局啊，啥物一撮政府单位安尼招迄个设立公司的流程。啊，国税局讲，啊，你设立公司，爱做一个 case， 啊，几啊十万，你就要设公司，你好怪气啊啦，所以就要笑，讲几啊十万就设公司，哎。好势对啦，做袂起啦，对。所以阮一开始做几年，一开始前两三年拢是接案，拢是接 case。啊，后来阮有时间较用心，我做一寡电脑技术的物件，吼，就做编写、还是台语甲华语的翻译，搁台语的台本的汉字甲闽南语的转换，嘿。啊，到有想要开做？做 B 主持就是讲，阮想要针对做一般民众需要的物件，因为安尼就是讲，阮会当专心做对大家有路用的物件。你说，啊，今日主题就是讲，阮咱咧讲安怎互电脑听台湾话，还是讲台湾话？啊，这部分就是咱一开始讲电脑有够巧吼，即个电脑其实技术拢足进步的。咱讲台湾话，互电脑讲台湾话，其实就是一般阮会讲语音合成，啊，就是讲，咱甲互电脑咱看，互伊看一寡，互一寡台文，互伊看台文，然后互电脑伊会念出台语出来。啊，若是要互伊听，第二部分是互伊听台湾话。啊，一般会讲，阮会，行话会讲语音辨识，啊，就是讲互电脑听台语，然后电脑来把台文写出来。啊，这两个物件其实是倒换的，一个是互伊台文，然后出台语；一个互伊台语出台文。这两个物件是倒换的，所以用的技术其实也是比较无同。啊，所以先让大家先知影一下，所以我先来找来，我也先讲在互电脑讲话这部分。好，啊，电脑讲话这部分就是阮去年有做一个水箱的计划，水箱一点空的计划，就是讲我想要把这个物件做 open source 开源，互大家用，就是互电脑讲话这按我来做 open source， 然后而且医疗部分是开公开，对。
好，小等者，小等者，到底咱咧讲语言，大家无啥了解嘛，所以我后壁搁较讲个详细。吼，语音合成到底是啥？语音合成，搁就是讲咱互电脑讲台湾话，互伊一个台文，互伊台文，互伊念出台语。吼，即有一个试听，就是讲。面顶是就是台文，然后请电脑听看麦，啊，大家稍微有啥音动，吼、哦，有啥个声音，大家注意听，倒一个是人讲的，有一个是人讲的话，有两个是电脑做的，电脑出来的声，吼、哦，大家听一下，头一个啊，头一个，头一个。台湾文化是人听听。语言提供领域的呈现是真重要的开始。好，这是头一个，这是头一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台湾文化要受人肯定，语言提供领域的呈现是真重要的开始。好，再来第三个。台湾文化要受人肯定。语言提供领域的呈现是真重要的开始。因为第一个是人讲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应该我无，咱大家台语拢真好。因为第二个是人讲的，请举手。到六声。因为第三个举手。到两三声。到是第一个呢？到是第二个。第二个。所以，代表这个是讲，大家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拢有人举手。代表第三个，伊是已经做接近人讲的，人伫讲话啊。所以这是第三个，就是即摆电脑做出来的成果是安尼。啊，头一个是足久以前做，差不多2016做，差不多4年前做，迄个版本是安尼。啊，就是自年迄个计划，我就甲伊。更新，然后换新的技术、新的医疗，就变成第三个，起码呢 ，OK， 讲为头等，是咱当初是做这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讲，讲着这个早，无这个早，八年前我读硕士的时阵，就讲我是读珠江的，啊，我硕士的时阵，我想要讲，来做一把台语的物件好，所以我就。去个问老师讲，老师啊，我想要做台语的语音的技术啊，做语音的学生啊，亲像他对我迄个专栏啊，然后我到那时候我找两三个老师两三个教授，好，因拢讲，袂歹哦，你这有这心情好，我嘛会晓讲台语，阮家嘛是讲台语啊，巴特三个。巴特，台语的语调，阮无啦，哦，阮无。啊，再来是讲，来做学生的这模型，阮嘛无啦，就是爱做这個可能较费劲，无安尼好啊，咱来做英语。哎呦，对，这我把头前的前些书读到后边，继续大家是差会上侪。对，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件代志最困扰的，就是做要做台语的研究，什么物件拢无。所以我们就讲，好啊，既然设计公司来做一寡趣味的代志，就讲我就家己的学生，然后家己创安尼，对，就聊了来做，对，这就是差不多，就是那因为咱要学电脑讲台语嘛，所以咱就是咱的做法就是比较想讲。咱要教囡仔讲话，就是一直甲伊讲，互伊听，互伊听，听久伊就通讲。就讲教咱看电视，一定有一抓字，来讲，语调修正，然后伊就出现，然后电脑看久，看字看久，听细声音，听久伊就会晓。所以咱就是修这资料和电脑，对。啊，咱修台语的声音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咱请小学老师，然后摕一个给老师拍；，啊，第二种是请两个老师。伊遐开讲，咱收伊个声，对。啊，因为学生伊其实讲，咱就拍到来放一部声，咱希望这个人，一定，咱希望这个人一定是同一个人，无希望伊头前是查甫，后壁变查某，还是讲查某对幼气变较老，是要老变幼气，伊是安尼声个变化其实无好，所以我希望
这五年正是同一个人，所以我就选择头一个倒闭这个方法。啊，用个人的另外的好处是讲，咱会当落较少，咱就会当落较少，就会当收到较矫正的医疗。啊，而且我若是予伊个的时阵，我后壁处理会较好处理，因为提个予老师量，这量出来物件差不多八九成，就是甲个同款。若是为无到听一个音到到拍字读出来，这個、时间还过足久，这过足粗的。所以我想着倒变这个方法，就是准备个予老师量。啊，既然咱准备个，就是讲这个到底要倒位来，这个位倒位来。啊，所以讲实际上，阮的录音过程是讲，阮准备录音稿，然后到录音室，即个录音室的画面。啊，我发觉另外一个是讲，我发觉一个最趣味的是讲，我一开始找大学的录音室来录音，啊，录音的方式就是讲，甲伊请老师，然后连一个各方老师念，然后阮坐伫边啊，然后录音，然后听，或者倒一个一个中文书的行业是伫边仔听老师两个声，然后阮伫边仔看老师到底两个两个对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坐安尼坐咧嘛，然后有时阵因为大学拢是都是一间嘛，啊，有时阵这种椅啊，有时阵关一声，哎呀，声都袂记啊，就这边只我袂唔敢听啦，然后有时阵什么食饭饱，想要嗨呀，有啥物迄种最近就爱点调点调，袂出声，就是迄种。就是做紧张，啊，尾也是讲着好录音迄个东，录音室面时间较无闲，所以尾人就去找外口的录音室。啊，外口录音室伊就是，伊个空间是分开个，就是这块是阮伫遮听，然后对面是老师，伊有一个玻璃老师伫对面安尼录音，咱就免交流。啊，阮一开始的时候唔开讲话，我甲何医生今仔常常来讲话，到底有着无着？我看甲会当开讲呢，对。即到时就是，阮迄阵是三步，第一个准备医疗，啊，第二个心痛，第三个是拍对，对。啊，就是这部分其实有一寡台语的知识，就是讲台语其实有传统的七八条以外，佫有第九条咯。啊，佫有再变调一寡语言现象，啊，思维句法其实拢无啥共款。啊，咱要学电脑台语学台湾话，就是咱准备较矫正、较多元、较侪种的台语互伊听，安尼出来的效果会佫较好，对。就尽量大种现象拢有啊到啊，到时电脑会怎知影？我这物件我知影，我听过，所以我会晓讲，对。啊。就是安尼，录音带迄阵，我就是讲有专门去写一挂，找一挂地鼓，这地鼓是有第九条的，还是讲有这种水电轻声的水球啊，水球啊，还是讲后壁有这单名属于是水电变调，我就找一挂阮较知影的现象，啊，我嘛有讲去，我嘛有一个做法是讲，让阮去找杨秀芳的来去。在伊解个办，我就怪伊伊个现象，一条一条看，然后看有这内部，阮内底医疗如何，阮家己生出来安尼，然后给老师录音。对啊，搁有问句啊，然后还搁有伊问句伊意思，然后过来这种问句，我有先来录音安尼。啊，就是迄阵因为无这种，无一阵册，当我们参课时阵就是，看到三册两三本册，然后看到看到就是先写一个内部，然后。好，师傅到。啊，这物件我嘛是有公开放伫网络顶，咱就同齐讲，对。啊，我就找录音者，啊，我找录音者是秀华老师。啊，到尾后，我有一个教对，解面就讲，这句话伊个汉字跟咱妈字，我拢是会讲，到底是甲各同款不同款，我有做一个面统。啊，到好势了，伊到好势了，要做啥物，就是做技术个代志。啊，技术代志就是学生的技术，主要是有三种，是会当分，主要会当分这三种啦。一种是咱的声，他做的声是用接的，就是讲，现在这句话，树啊开有三只七只啊，用接的就是讲，我可能树先落树就先落好一个声音是树，然后下先落一个音洞，
他嘛六一零栋，有六一零栋三六一零栋，接六一零栋，七九二片六一零栋，然后咱甲这咧放的时阵，咱甲这运动这一摆放过，然后这是 simple。请啊，他五三架七九啊。就是安尼，伊是伊一种，他这种技术是用接的，所以就接运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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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九啊八五三加七九啊，伊就是用接的技术是安尼。啊，伊这技术好处是讲，听起来声就是人讲的，因为是用人讲的声音夹做伙。啊，伊个欠这伊欠歹的所在是讲，那是。就是接的时阵，伊逐个字手啊、手啊、脚，安尼就感觉袂顺。伊的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拍跑、迄、那个拍票就感觉袂顺，手啊、脚。咱一般来讲，手啊、脚就结束就紧就过了，所以较歹是较袂顺。啊，第二种是讲，咱用语音下的方式来分析，而且把伊音管甲频谱处理起来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跟这个球啊，它就跟这个球就吃 U 球那个吃 D S H， 就是跟相对文化分开，然后它跟科跟阿分开，然后伊分别用电脑的方式去统计讲这个声，伊个声音的宽度是偌宽，伊个频谱到底是啥物款，咱用统计的方式来做。啊，这个咱听看卖，就是即马就是依照我们用这个技术，然后就是大家用。爱台机应该听到这个声，这样爱台机是用这个技术。啊，这物件的较好的所在是，你听起来较顺。哦，像我较有三只七招啊，你听起来迄个拍片较顺。啊，伊较歹的是伊的声会小可模糊，会感觉有少机器机器声的这种感觉，伊的声会较模糊，哦，无啥清楚。啊。伫传统诶方式有人两个做做伙啊，啊做嘛是袂歹。啊最近三四年有一个叫 Endurance， 就是就是直接甲耳朵甲声接起来。啊这个、技术就是即摆即是行即叫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，就是用这种技术。啊，伊就是不管考前遐物件，反正就是电脑去学，然后机器学习诶。啊我就是新办的学校是即。然后放下，再给他放慢。手啊，卡，有三只七脚啊。嗯，那声就是感觉各会使，就袂当接受。所以其实差不多就是主要是这三类，啊有人做会用还是哪？主要反正主要是这三种。啊，我到底是有只找一个技巧，就是大家有有公开会当用的程序，然后用这条一个外部 IN， 好、哦，就是。Google 用下一篇论文啊，有人甲伊做出来，然后我就用这套来做。啊，哦，其实这个话其实我开通了两年的时间啊。啊，我一个感谢是信用老师，伊录音录甲袂收声，就是讲，就是我一开始做法是讲，我准备一台个，然后请信用老师量，啊，一直量一篇个就很多，两分钟，量一篇个就很多两分钟。然后后来这个做法就是，伊到差不多两点钟了，伊开始烧声，然后开始清单，开始加扫，所以我就放弃这个做法。啊，我做法就叫做念一句，老师念一句，然后紧请录音师加加嘞，加好的时阵，等你加完老师会当拿回当歇困，会当啉茶，会当看下一句要讲啥。啊，所以安尼就是变作流程会较顺，我本来是安尼做。啊，因为啊，搁有基金会那边有讲，你讲着基金会。迄阵有问一寡，就是医疗的来源做遮个来源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中介来做嘛，随便拿钱，因为互阮一寡参考的医疗的 list 啊，啊，搁有就是大家的小老师啊、黄老师、搁傅老师、搁因的助理，有帮我迄阵帮我处理录音的代志，啊，嘛就是最感谢遮个作者，就是欢迎台湾支持啊，提供。大家咱就要做台湾话，大家讲好啊好啊，甲你三笔书，就要甲你支持。咱伊讲甲第二篇文章、第三篇文章拢好哩，安尼就大家做支持，就感谢遮个老师安尼。对，
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听台湾话。啊，听台湾话到底是安怎呢？伊就是讲，电脑，反正讲一句话，电脑听，电脑出台湾嘛。啊，咱先看这个影片，看这个应该就大家听到这是啥物哦？唔知啦，就是看不够多。中心指挥官陈时彪，台湾防疫。哦，这三分二部。当地武汉肺炎变化已经已经社区。这个部就是有一个，阮就是有一个系统，啊，这系统咱甲影片寄去，啊，寄去伊会导出初步诶结果，然后阮当人工修改。因为电脑出来可能有一寡爱修改，就这边就是人改。好，啊，就是讲。不有这个概念，吼，咱就无当用。啊，就是咱像头先这部分，就是电脑出来，伊可能有一寡词，咱毋知影。武汉肺炎，啊，伊可能武汉这个词，我收着变武汉肺炎就变了。我看即摆，看是这是最厉害的武汉肺炎，因为这音刷好小话，即声调无同款。所以，迄阵阮的做法是讲，先在电脑先操作。啊，个人工作时啊，加把电脑唔得收掉呢。这即个是算较好解决，因为这就是电脑系统无收着的事。咱把武汉甲郑县这两个事收入去电脑就知影有这个事。啊，要紧的是过节算行头紧，安尼。这物件干哪做？这物件的技术其实甲头先我学生无共款。这个物件是讲，这物件主要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同款咱用语言学的方式来分析，啊，第二种就是那种 end to end， 就是讲物件结结论直接处理，反正什么拢观察，不定各同款物件结论，然后试着解起来就好了。end to end 是这种，啊，关山蝶它是这种方式，是讲，伊的做法就是讲。咱即摆有一个行动叫合作坐火车到花莲，真正咱有这句话，有这个声音，咱头一步会经过声学处理，声学模型处理，伊会甲坐火车到花莲，伊感觉小我的音找出来，你可能坐火车到花莲有较近的音出来，啊，第二步你咱会经过一个实验，咱会讲这应该让它等数较好，你到底有啥物数较好？可能坐就是坐有坐椅仔坐嘛，还佫有人坐少的坐，出侪人，对。啊，火这也是火车内底有出侪火车、火车、电子火车、火车，还是火车几啊种？啊，到可能嘛几啊个，啊，花莲可能嘛几啊个，所以就是咱大家声音，其实咱去查书店都有。这是感应的书，啊，咱就把这感应的书全部写出来，啊，等上尾第三步，你的模型，然后你的模型去建构，像讲，咱即摆有遮的书，像人的记录较悬，像较有可能是上好的、上可能出现的，咱来看这个，咱有两个字，咱有叫做第一个坐甲第二个坐，啊，第一个火车甲第二个火车。咱看咱进前，咱就咱的感觉，吼，就咱一般人的感觉，坐火车，吼，第一个坐配第一个火车，这合大家一样。啊，第一个坐甲第二个火车，甲咱嘛会使，不过坐火车咱会使，不过咱一般你讲话较袂安尼。较袂拄着这个情形，我知无自己坐火车，也毋是第二个啥物个可能知，对。所以坐火车这个记录，伫咱一般人的耳感，伫电脑的耳感来讲，这是记录较低，电脑搞这较无好。啊，坐火车，伊感觉这那是头前有足坐火车，安尼会使。不过坐火车，咱无人安尼讲，所以。第二个坐火车也袂使，因为咱一般安尼讲，代表头前有伫足济、真济火车，足济火车，有够济火车伫遮，
所以伊个模型讲，头一个就是，买头一个火车，跟你记录相关。南京这个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咱电脑造出来结果，伊个原理主要是讲，它都这三包，啊，伊个最好用这三包，啊，再来就是讲，理论上是安尼，啊，阮有，阮一开始安怎做？阮就是，啊，一个是讲，阮用一个嘛是公开的软体 ，open source 的软体，叫做 coding。啊，就是阮实际上的运作是用顶子牙讲的语言学的分析，就是较做顶头的三步，先用声下知影伊的，那么伊考验是啥物，啊，伊这那么伊咧报告时阵产生一挂事，尾后咧用语言模拟去见向人较有可能，啊，较有可能就是咱的答案，咱的结果。啊，第二个是讲，咱要学电脑学台语嘛，所以就要开始买语料。啊，语料其实从这几年，阮去年这计划做这种学电脑讲台语、听个台语这计划，差不多语料部分就开200几万，对。啊，差不多，买着了200点钟的语料。啊，这语料就是纯粹连续用，伊直直有拍伊讲，这个、主角伊讲啥物话。啊，诶，后一个人讲啥物话，然后是叫人切好安尼，摊像他就我迄种形状。啊，第三包就是咱写一包，天医疗来咱整理嘛，所以咱写一包天师来整理这医疗。啊，第四个是即马诶技术拢说很时卡，就是个技术是说较新诶软体，咱就爱做点很时卡，一台有很时卡诶主机。啊，这是较好处理，因为这拢买便宜就好。是开钱较少，对，钱结了就好啊。就我这个设条，啊头前边个设条，啊我就是咱把考题设做好，然后把伊放入去考题后年，啊这个后年到一摆可能两礼拜，就是剪到七日，然后两礼拜啥物代志拢袂当做，然后刚刚研发10%、11%、12%、30%，伊那无叮当看见，好无代志，然后刚刚来等。